赞不赞？赞，对不对？哇！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断行人欲断魂。哇，讲到这句话呢，我们都知道呢，清明节时节刚过，就是我们的春雨就要到了，对不对？你看看今天的天气非常的不错，不过呢，再过几天或许呢，我们的春天的下雨气息都要过来了。所以呢，不止呢天气会变化，我们的快乐伙伴的歌声也会跟着变化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请到我们 Aniki， 是替我们的超级歌手、带来这首好听的《蒙蒙春雨》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。各位爷爷奶奶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Thank you.